2009年，美国一名员警呢开着 Lexus ES350，带着全家大小出游，但是车子突然失控爆冲，五名乘客意外丧生。不过业者调查报告却说呢，是脚踏垫卡住了油门，把这个责任归咎于驾驶操作不当。最后是由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之后，业者才坦承隐瞒了系统失灵，以$12亿和解，并且招修超过1000万辆的车次。那么类似事件呢，现在也发生在台湾一名蔡小姐的身上。台湾 Lexus 的代理商北都汽车呢，却同样也把这个责任推给驾驶人，强调车子的品质没有问题。她的先生就气得找上议员，希望能够把事情公诸于世，还她一个公道。黑色的 Lexus ES350 轿车车头全毁，引擎盖脱落，前轮的轮胎也变形，完全可以显示出爆撞的情况有多么的惨烈。今年2月，一名蔡姓女驾驶开着这辆车，没想到从重庆北路交流到下匝口附近突然爆冲，一路以时速120公里的车速，经过酒泉街、民族西路、民权西路，直到撞了14部机车、1辆公车以及附近的国小铁门，轿车才停下来，让女驾驶惊魂未定。到我办公室来跟我做报告，就很简单一句话，叶先。我们判断的结果就是脚踏垫去卡住油门，后来我连说都不说，因为我晓得合约书在我手上。叶先生气愤难平，因为太太头部缝了17针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到现在还余悸犹存，不敢坐车子。不过这起爆冲案件在2009年美国发生的死亡车祸情况有些雷同。2009年的时候，在美国的加州，有一位警官，他带的一家人，一共有4个人。开的也是 ES350 的这种车子， Toyota 终于承认，他说真的讲是我们加油出了问题，其他都是骗人的，是我们加油的处理，他怕有刑事责任，所以呢最后呢跟这个美国的当局啊就和解。议员气得痛批美国都承认他们隐瞒汽车爆冲的事实，愿意和解，还召回美国丰田汽车检修。不过台湾的北都汽车坚持说，美国和这次的事件不能混为一谈。因为车辆品质是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刚才提问说会不会有召回，那既然品质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必要做后续这些动作。那依照消防法第7条的规定啊，这个商品的制造商责任，他应该确保这个商品没有任何的危害，要确保它的安全。花了上百万买名车，却换得这种下场。叶先生说，他坚持保留车体原型，就是要讨回公道，替太太出一口气。UDTV 陈娟、杨金台报道。